你下次补习班是哪天，我陪你走一路，你就不怕了。谁？ 宁哥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有人跟着我。应该没人。那可能是我太紧张了吧。走吧。 脚不舒服？刚刚跑了之后崴了一下。来，先坐下。慢点。疼。应该是扭到筋了，我背你吧。 不行，怎么不行了？小时候背过 DOS 呢。 我刚体检完，胖了6斤。来，学校的秤没准不准，上来，我称称。 还是算了吧。嗯，这挺准。讨厌你，宁哥，你在这转悠啥呢？我今天放学早，去你家找你。玉阿姨说你还没下补习班，我就想着来接你。你找我干嘛呀？没事，还不能见你了。 你就不高三了吗？我都不敢打扰你。嗯，不过还好你来了，不然啊，我得怕一路呢。现在还怕吗？嗯，有你在，安心多了。宋宁哥，你这学习好累啊，为什么你一直学都不觉得累了呀？我也会累啊。真的。 不然为什么找你？那我就不累了。嗯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声音有活力，我听了就精神了。你下次补习班是哪天，我陪你走一路，你就不怕了。小雪。 我正找你们俩，睡着了。